哇，这是吴新义派出地狱三头拳。第一叫我鸟吃，那还要去吃早餐。那再用鸟踢，有那么难吗？对呀、啊，怎么这么难？好卡啊，钻进去就转。完全不会啊，就是卡进去就转就好了啊，你这样子根本没卡紧啊。对呀、啊，还有分什么卡不卡？你不会放进去。好，这三二一哦，你谁先赢吧？三二一，战斗开始！哇，谁是红色的？嗯。两个骂卡，三二一，哇，锵锵锵，地狱三头拳，哇，锵锵锵，哇，天意战神被打败了。天意战神被打败了。